直九侦察直升机和18架直九武装直升机编成，分别来自空军航空兵空降兵部队和陆军航空兵部队。直升机以其广泛的战场适应性、战术灵活性等优势，担负着低空侦察、兵力输送、对地攻击、空降空投等任务，在反恐冲突、抢险救灾、航拍测绘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也承载着重要使命。轻骑比翼，气贯长虹，威武壮观的空中编队与天空浑然一体，与大地遥相呼应，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阅兵谱写了一首雄浑磅礴的空中交响曲。上空的教练机梯队由空军某飞行学院15架教8飞机编成，驾驶高级教练机的全部是女飞行员。长空花木兰，云天娘子军，与男飞行员比翼齐飞，在万米高空赞我河山。他们以娴熟的技术翱翔天空，以浪漫的激情写意蓝天，以独特的巾帼魅力接受祖国母亲的庄严检阅。这是一首动人心魄的豪迈诗章。这是一首动人心魄的豪迈诗章，这是人民军队用无限忠诚铸造的无上荣光。群众游行现在开始。中央电视台，各位观众，现在我们正为您现场直播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群众游行的盛况。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群众游行，以我与祖国共奋进为主题，分为奋斗创业、改革开放、世纪跨越、科学发展、辉煌成就、锦绣中华、美好未来7个部分。
由100,000名各界群众代表、60辆彩车组成的36个群众游行方阵和6个行进式文艺表演，将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中心区。我们将目睹一道道流动的风景，描绘出共和国流动的历史进程。在群众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国旗、国徽和国庆年号仪仗方阵。伴随着激昂豪迈的红旗颂乐曲，1949名青年高举着巨幅国旗健步走来。鲜艳的五星红旗是中华民族的光辉旗帜。神圣的国徽是祖国昌盛、民族团结、人民幸福的象征。国徽彩车被2009名青年簇拥而来。1949年到2009年，是伟大祖国翻天覆地、沧桑巨变的60年，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难险阻、不断发展进步的60年。在今天群众游行的第一部分“奋斗创业”主题方阵中，有100名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共和国同龄人，悬挂着红星勋章、独立勋章和胜利勋章的浴血奋斗彩车，长达36米，是历史上最长的一辆彩车。彩车上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形象，浓缩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程。18位为建立新中国立下功勋的老战士，满载着沧桑与荣耀，喜悦而来。毛泽东同志巨幅画像的开天辟地方阵向我们走来。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，创立毛泽东思想，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，创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。